敬忠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忠同学修行守则第85页，从倒数第三行，这个六访人，这个单元是拜访人家。我们看第一条，一，先例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方路。我们今天从这个访人就是去人家里拜访，先例外，轻轻叩门。我们到人家里去去拜访，要这个在外面轻轻的叩门这个轻轻就是不能太大力了有的人叩门他叩的力量很大很急那这个让主人听到那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什么大事敲得太急太大，这个不适合，应该轻轻的。主人让路方路那主人请我们进去，我们再进去如果没有请我们进去也不要自己贸然就进去。一般查水表电表的都会先在门口敲敲门敲敲门问有人在家吗这个问一下。家中有人他才进去查家里面有人这个查水表或者查电表的他才会进去查。这是应该的不能直接上人家里去不能没有先敲门就直接冲进去了他家里门如果是关着门我们也不能随便去给他打开开着门门开开的我们也要先在外面叩门不可以看到门是开的我们就走进去了。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只管自己个人。所以这个不要贸然闯进去。当然人家家里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这个就不可以总而言之无论是关着门开着门都要在门口敲门好叫人家里的人听见这是一定的规矩让人家知道有人来了敲门要轻轻的敲不要冒冒失失的大力的敲这个过去我也看到过有人敲门那的确像甚至像要把这个门敲破一样太大力了敲得重又敲得急这个就很冒失了这个就很失礼
那么现在呢，这一条啊，现在很多这个住家呢都有按电铃。那按电铃啊，一般也是不能按得太大力，不能按得太急。所以按了停一下再按按了三下。有的人按电铃他就拼命的按。好像什么紧急的事情。现在呢大概呢每一户都有安上电铃。没有电铃那就用敲门。像我们看传统这个住宅或者寺院现在住宅比较少了，寺院还有两扇门。那每一扇门都有一个铁环。那以前那个铁环听说是用来敲门用的，轻轻的敲。这个是拜访人第一个。主人让路方路，看见主人就直接进入人家家中，那就很冒失了。看到主人出来，那就冲进去，那很冒冒失失的。虽然熟人常见面，也必得敲门。要是生人呢，他家里的人出来，他不认得你，与你素不认识，一定会在门口问你，先生你贵姓你是要找谁必然有这一套了。所以我们去拜访人家呢，我们跟主人熟悉但是他家里可能请了佣人，或者他家里的人那跟我们不熟如果他家里的人，家里其他的人或者现在请的这个佣人他出来开门，那当然不认识那必定先问你这些话那么人家问你这个你不能说呢这里说话不方便进去说吧你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子的可以请求进去有话可以不可以到里面说就是事先尊重人先商量商量，这是礼貌了那是不是可以到里面讲方不方便这样问一下。那么他让你进去那你就进去，不让你也不必勉强为什么呢大概他家里还有他个人私人的事情，不愿意叫外面的人知道了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勉强了人家没有叫我们进去，我们一定要进去不论好事坏事，人家是主人，假如他家里有什么私事，看了来了一个生人怕走漏了秘密，不愿意叫你知道，那我们何必多管这些闲事，去找些麻烦呢的确是这样不让你进去你就不进去他可以让你进来你就进去这个是我们拜访人到人家家里一定要守这个礼节了这个是尊重人理解。我们再看第二，路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一一为礼，迟出时亦如之。这个路内有他客，路内是到房屋里头不是在院子里面说话。
主人啊，或许有会客的屋子，或许没有。他家里若不方便，也没办法。他约你去也得去，没有别的房间嘛。家里方便的，有会客室，有客厅的，种种不同。他让你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这个要尊重主人了。这个到人家家里啊，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啊，有的大一点的啊，他有客厅啊，他有会客室，那有的可能没有啊。如果地方比较大的啊，那他可以分开了。那一看他屋里啊，原有客正在谈话呢，人家谈话总是人家有事情，再约你进去，当然不可以久坐。这个是讲我们去拜访人了，他到人家家里去，那这个主人刚好在我们前面呢，有其他的客人在。那其他客人还没有离开啊，还没有走。那这个他们还正在谈话啊，谈话呢，当然啊，总是有人家的事情。那么你再进去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你就不可以久坐了，他们话还没有谈完呢，但主人让你先进去，那有些话可能他们就不方便说了，那我们去拜访一下，寒暄一番，如果有事情啊，讲一下，那就要赶快离开了，不要久坐，不要坐在那里啊，坐了半天啊，都不走。这是路内有他客。那么路内有他客啊，有时候客人是一批一批来的啊，这个前面的客人啊先来，后面的客人到，那主人啊未介绍啊，所以入门有他客，主人应当先为之介绍。介绍，这是某某人。那么主人如何介绍？是介绍刚来的这个客人，还是介绍已经坐在客厅的客人？这个都不一样。你看看情形吧。这里头就有尊卑之别。礼就是不平等。讲究啊，是老少尊卑贵贱，礼讲这个啊，不然啊，你要礼干什么啊？一律平等就不要礼了。那这个地方就是学问啊，那你要介绍呢，那主人要为客人介绍啊，你要先介绍。前面先来的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呢，还是介绍后面来的客人给前面来的客人呢？那这个就要看情况了。看这个客人啊，他们的身份地位。尊卑长幼，贫富贵贱。那么照这个常理要先介绍比较卑下的给这个尊贵的先介绍这个年幼的给这个年长的
那在社会上啊，他有崇高地位的啊，还是社会上没什么地位的啊？比如说他有什么样头衔啊？他没有地位啊，那么你要介绍这个比较卑啊，这个比较没地位的啊，给这个有地位的人啊，这个是礼，那礼是不平等的。啊，如果讲一律平等，那就不用理了，啊，所以礼不平等，啊，恭敬是平等的。虚意义为礼呀，啊，这个一进去人家里呀，啊，主人就将他介绍给坐着的这一个人，啊，坐着的这一个人是比较早去的，啊，先去的客人呐，啊。就算是半个主人了。两相比较呢，后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是客了。若来的客人是陌生，你还没有问他贵姓在哪里，你还不明白，没办法介绍。只可以啊先请他坐。先介绍熟的说啊，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啊，姓什么某人，只可如此了。啊，这个是讲啊，这个虚意义为礼啊，为礼就是打个招呼啊，做个礼。那一般呢，啊，就是先去的客人啊，也算是半个主人了。所以这个两方面来比较啊，后面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他是客。如果是这个客人是很陌生的啊，那还没有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啊，那只可以先请他坐下来啊，然后介绍，哎，这位客人啊是某某人啊，某某先生啊，然后再请问。这个后来的客人啊，他的尊姓大名，那只有能这样了。这位生客坐下来以后，再问他贵姓或是台府怎么称呼，这个就是陌生的客人要后面再请问他了，因为。先介绍啊，比较熟悉的客人给这个陌生的客人，然后再请问这个陌生客人呢，啊，他尊姓大名啊，所以要分清楚这个，这个都不是在一个桌子上谈话。中国人习惯啊，在一个桌子谈话，不认识就不能。谈话了，谈话就冒昧，也不能问，必得中间有个介绍人，这一介绍就可以谈话了。这个介绍啊很要紧，这个当中啊需要有个介绍人，那才能去谈。所以这个介绍就非常重要了，先介绍这个给那一个客人，还是那先介绍那个客人给这个客人。那这个介绍之后啊，那才能在一起交流谈话，不然就很冒昧。不管是结婚认识朋友，都得有个介绍，大大小小都得介绍，没介绍素昧生平，见了面就很少话。这个事情大家自己可以去类推，如果素昧生平，连认识也没有，连面也没见过，就来往通信等等，这个都叫冒昧。古人说我跟某人没见过面，这个素昧生平平素啊毫无关系，从来没认识的，连个点头之交也没有，初次见面。
啊，那你初次见面呢，哦，就好像啊很熟悉一样啊，这个叫冒昧。交浅尚不可言深，啊，就是我们有交往，但是交情还很浅，那你不能跟他讲太深入的话了，啊，没交往怎么能够谈得到东西呢？所以没有交往啊，那你谈什么呢？啊，这个不能谈了。啊，例如有什么文章你做出来，不论得意或不得意，要与某人商议商议，你跟某人素昧生平，你不能把这个一篇文章啊寄了去啊，说啊，你看我这篇文章，请你给我改一改啊，你可千万不行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啦。这有什么关系呢？啊，人家懂局的不会给你改。啊，能改的人也不敢动手。若是遇到外行的人一听啊叫我给他改文章，好，我就改。啊，那两个不懂事的是狗咬狗啊，是一对不知理的人，那就没话讲了。你的文章好还是坏，即使能改也不能动手，够不上交情，赞叹的话也不必说。这些都是常理啊。这个你写篇文章请人家改啊，看交情够不够啊。你说交情还很浅，你请人家帮你改文章啊，那人家呢，他如果是懂局的啊，懂理的人啊，啊，纵然他有能力帮你改，他也不会改啊，因为交情还够不上了，还达不到啊你替他改文章那个交情啊。那赞叹话也不必说你不能改，那也不必去赞叹说，哎呀，你文章写得很好啊。啊，这个也不必讲。啊，再举出一个例子。客人可以由主人来介绍，主人一一介绍了，双方恭敬鞠个躬。啊，现在是行握手礼，啊，你得握握手。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当然两个人握握手就算行礼了。客人可以由主人来介绍，那么主人，啊，一介绍过了，那双方，啊，就恭敬，啊，鞠躬，啊，或者去现在，啊，握手。那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啊，那这个就算彼此啊行个礼了。辞出时亦如此啊，辞出就是要告辞要出去了，临走的时候，固然跟主人得说几句客气话。那个刚才与你有经过介绍，而且握握手，临走时不能不理他就走。啊，也得跟他说对不起，啊，有点表示啊，我有一点事先走了，啊，这是人情世故啊。啊，所以进去啊，啊，你要告辞，你要先离开了，啊，向主人告辞，啊，那也要跟其他客人告辞啊。啊，先给主人告辞，再向其他客人告辞。啊，就是这些客套啊，不能省。啊，你不能不理呀。啊，只有跟古人告，跟主人告辞啊，没有跟其他客人告辞，这个也失礼啊，这个也不可以的。啊，不能不理其他的客人。
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世故啊，那这句话呢，我们在佛门当中啊都曾经听说过啊，可能还不少啊。有一些人呐，都学佛了，讲什么人情世故呢？啊，人情世故啊，世间法啊，我们学的是出世间法。啊，记得我刚出家没几天，啊，家师净老和尚啊，那就给我讲一句话了啊，说出家学佛啊，学出世间法，也要通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这里讲的常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老人家给我讲啊，那你要弘法利生，如果不通世间法，这个也行不通啊，会有障碍。啊，那么这个三四十年来啊，这个我经验呐，啊，的确是这样啊，应该事出事养，事出事法。都要融会贯通。那实在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啊，这是六祖在《坛经》上讲的。啊，所以阿难问世佛及兄经也讲：弘从理利啊，理就是世间法，利借利就出世间法。都要弘扬，都要推崇。那么这里雪庐老人讲啊，有人听到有人说呢，佛家不讲人情世故。佛家若不会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怎么走，怎么见谁？怎么都有一定的呢？啊，你有说啊，佛家不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那你进庙要怎么走啊？啊，那你要见谁啊？要怎么见呢？啊，那么都有一定的一个礼节啊，比如说你要见住持。或者见当家啊，他有一个规矩啊，啊，这个规矩就是什么？就是人情世故啊，啊，你的精神就是什么？人情世故了。不讲人情世故，是研究道的时候啊，来研究这个道。啊，你在研究这个经典的道理啊，这个道啊，那这个是没有人情世故啊，不能拿人情世故来讲道啊。为什么呢？世故人情与修道不一样。孔子说：“朝闻道，夕可食矣。”啊。啊，早上闻到道，那晚上死的都就可以了。啊，要是呢闻到这个道就不得了了。啊，道不是世故人情，啊，这个理与道没有关系。啊，这个道是道，理是理。啊，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啊，他那个。啊，不同啊，不一样啊，不能混在一起啊。所以这里解如老人特别讲，佛家不讲人情世故，是在讲道啊。啊，不能拿这个人情世故来讲那个道，那讲不通的。啊，礼仪是我们生活上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沟通管道，
所以理跟道它是两回事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第三，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叙说。边常理举要，别看有十几条，十几条也是有次序的，就说这三条，把第三条路内见有客写成第一条，把第一条在外头敲门写成第三条，行不行呢？习惯成自然，不学就会了，因见得多了。那么这一段呢，是许儒老人讲这个，他编这个常理举要啊，编了十几条。那十几条呢，他也是有一个次序啊，有个顺序啦。这个顺序啊，也不能颠倒。凡事啊，它有一个秩序啊。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你到主人的屋子里头啊，还有客人在，你进去之后啊，不能不坐下。看到有客人啊，那主人请你坐，你也不能说你不坐了啊，当然也是要坐下。但是坐呢，不能久坐，不能坐太久。为什么不可以久坐？人家在那里谈一些要紧的事情，人家怕你知道而不敢讲。你去了，在那里坐着，人家有事，你却先谈，把人家的事情给耽误了。你去到人家家里拜访，他里面还有比较早来的客人，那早来的客人他还没走那你先跟主人谈话，那就把前面那个客人他要跟主人讲的话呢，我们就耽误他的时间了。那这个前面来的客人还没走一般前面的客人看到后面来的客人他如果没有事他会先告辞了。那如果他还坐在那里，他还没走，那可能他还有事情跟主人还没讲完。如果那个前面客人还坐在那里，那你得开窍快走。你就不要停留太久了赶快离开了。你走了，人家也好谈话了。你坐在那边讲话又不方便给你听，那你叫人家怎么办呢？人家又不能赶你走。这个时候自己真的要开窍了。见机行事中国人讲究察言观色，眼色动作都是谈话。眼色是什么？例如看看你这些动作都有关系，这个都不懂，那有什么法子呢？现在书呆子就这样学东西学佛的不能学呆了这个看看人家眼色人家的表情，他就是在跟你说话了他什么意思了如果这个都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书呆子了。我常说今日之下，对你们这些念书的，有些事从前不能谈，今日必须谈。比如看戏，从前的学生是不许看戏，全部精神都在读书上。
闲杂的事情啊，连小说都不许看，看小说都是偷偷看。在家里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坐在那边也行。要是拿出小说来看，老人家看见了就说：“看什么书啊？”一看啊是小说，就拿走了，不许你看。看看小说还有什么关系啊？所学的那一套又难又没兴趣，还没有入进去啊。但是小说一看就进去了，对这个有兴趣，全部的精神都在这上头。这一段写如老人讲的啊，以前我们也是有经验啊。这个读书啊，不好好读书啊，那为什么读书没兴趣呢？啊，读不懂，还没有入进去啊。读懂了，他就有兴趣了。那考小说呢？啊，特别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看到小说啊，特别是漫画。的小说一看就懂啊，所以就喜欢看啊。大人看到了 就不许看啊，要认真读书啊。那看戏更是不允许啊，像唱戏中的跑龙套，这个还有什么学问啊？四个人拿着四面旗出来。在前场一站，你觉得简单，给你拿个旗上去跑跑试试。这是我们看京剧，那看有一些地方戏也是一样。那这个小说不能看，那戏那更是不允许看。这个唱戏里面啊，跑龙套的啊，我们看作这个评剧啊，跑龙套啊，你四个人拿个旗子，哦，他就跑出来了，就站在那里。那我们看起来那个很简单呢，那拿个旗子跑出来就站在那里，好像没什么啊。但是啊，如果拿个旗子让我们上去跑跑看呢？就知道了啊。那个前台啊很小，上头有几十个人啊，刀枪剑影来回的打啊，看得觉得很宽。京剧啊我是比较少看，那也看过了啊。但以前啊看这个像歌仔戏啊，地方戏啊，小时候啊，父亲都带我们去看。那的确啊，那个舞台不是很大很宽的，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啊，哦，打仗啊，刀枪剑影啊，哦，那个动作啊很多啊，我们感觉起来啊，哦，那个地方好像很大很宽了，那其实不大啊，有的几十个人啊在那边来回的打啊。那么我们上去试看看啊，上去四个人就乱了啊，不要说几十个啊，四个人上去就乱掉了。所以外行万不可自作聪明啊。啊，这隔行如隔山啊，外行啊不能自作聪明啊，就觉得自己都可以啊。有一回跑龙套的没跑熟啊，就是说跑龙套还练习啊，要跑得很熟悉啊。前面两个分开，后头两个又出来啊，手上都拿着一面旗。有人位置站得不好，后头大黄旗一出来，看着不对劲，赶紧给他使眼色，
就是使眼色，就是给他看一下你站的地方啊，站的不对的，啊，那个人也不理他这一套，啊，那大黄拿大黄旗，这个人就说了，啊，寡人使你，寡人使眼你不管呐，哎，还得寡人把你拉，才把这个家伙给凑上，啊，所以跑龙套闪也不行。啊，这是讲演戏的啦。啊，连个跑龙套啊，你跑的地方不对，你就影响到后面啊，拿大黄旗那一个，你就影响到他。啊，影响到他呢，他给你使眼色，那个站的那个人啊，他没感觉。啊，所以这个拿大黄旗就灵机一动啊，啊，就是。啊，临时啊，啊，变通啊，啊，讲出这句话来，拉了到他应该站的位置，啊，这样才凑得上啊，啊，不然他那个大黄旗就说要耍又要耍又不能耍，啊，使眼色那个人又不懂，啊，所以他就。临时啊，讲上这句话，啊，那这个就不会让台下的人看戏的啊，看得穿帮了，啊，那他你拿大黄旗，他总不能说，啊，你站得不对啦，那你正是在演戏，那不能这样讲啊，啊，那这样讲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啊，那个不是在练习啊，正是演出，啊，所以他。这个变通啊，下面讲有事需请主人另置他所诉说。你进屋里看着有人，你有事又不愿意第二个人知道，而那个人又不走，这怎么办呢？啊，这也有法子。有事需请主人另置他所诉说，这就行了。啊，这个言辞全变必得学。啊，要说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到哪里去。啊，我跟老兄还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啊，这里有客，请到别处谈谈。啊，请主人到旁边。客人听不到你的谈话了，啊，也不会妨碍到人家。啊，那这个如果有客人在，那你又讲话不方便给这个客人听到，啊，这个时候你要全变啦，全巧变通啦。我们也常常啊听到人家讲，哎呀，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那我给你借主人呐，啊，讲一些话，啊，那就可以到旁边去了。啊，这个我们也碰到过啊。那么说完了，你走你的，也不必跟那位客人如何如何。啊，他们在谈他们的这些善巧方便是离不了的。这个话说完了啦，那你就走就好了。啊，因为呢，你已经把主人呐，请到旁边去讲了。那讲完了，啊，也不必再跟那位客人呐，怎么说什么了。啊，那让主人呐，再继续跟那个客人去谈他们的事。啊，那这些善巧方便啊，也都是必须要的。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啊，佛法如果不讲人情，连人都不够，还学佛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人学佛啊，
学的真的是啊，没有人情世故了。佛家呢不讲人情啊，那雪露老人讲啊，不讲人情，那人都做不好，那怎么学佛？人生难得，怎么讲啊？现在可是佛法不讲人情了，如骂人是最不好的，儒家戒骂人，佛家十善业中也有戒恶口。可是现在佛学杂志有许多是骂人的话，这是什么人情呢？啊，连人事都不懂得，连杂志性质都不知。杂志是弘扬佛法，不是新闻报纸，有文必录，这都是讲不通啊。这个雪露老人给我们指出来啊，现在呢，佛法呢真的是不讲人情了啊，实在讲啊，连人事也都不懂了啊，就人跟事他也分不清楚啊，那个杂志啊。一些杂志啊，他写出来文章啊，骂人、批评人。这儒家呢，戒骂人啊，佛家也戒恶口啊。杂志是什么性质呢？啊，它是弘扬佛法的，在佛教界出的杂志啊，那是刊登啊佛经。这个经典注解啊，或者开示这一类的啊，或者祖师大德的语录啊，主要它是弘扬佛法的性质啊。现在我们网络也是一样啊，像我们这个净宗弘化网啊，弘化网是什么呢？弘扬佛法，那弘扬传统文化的。那跟这个新闻报纸它的性质不一样啊，新闻报纸是你发生什么事情，它就记录什么事情来报道啊，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所以杂志它的性质跟新闻报纸性质是不一样啊，所以现在人啊，他也把这个都搞混了，也不懂。啊，所以出这个杂志写文章啊，去骂人，那就讲不通了啊。这个不是新闻报纸啊。好，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了啊，自己去揣摩啊，这个我们看到啊，人家家里啊有其他客人啊还没走。啊，我们就不可以坐太久啊。如果有重要事情啊，啊，就请主人啊借一步说话啊，到其他地方去讲，讲完就赶快离开了。我们再看第四，座谈时见了他客来，即辞出。那么这一条跟前面啊有点不一样啊，座谈就是我们去拜访主人，我们是先去的啊，那前面是讲后面去啊，那看到有其他客人来啊，我们就告辞要出来了啊。我们看这个雪露老人啊，他的讲解，坐着与主人正谈话时，忽然啊，见外头来了客人，这又是一种变化。来了客人或可有事，
你先来，你的事情谈完了，即辞出，你就赶紧起来说对不起，我还有什么事，我先走。啊，这个啊是一个礼节了。啊，如果我们先去拜访啊，我们事情已经谈完了啊，后面呢有新的客人进来，我们就要赶快告辞了啊，不要再停留了。假如这位客人不怕你在场，主人也不愿意你走，你自然会说，他自然会说别走别走啊，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啊。他不愿意你走啊，你又说啊不不不啊，我有要紧的事，我要先走，你必得要走。这又不行，怎么不行呢？或可主人是故意留你，是为了拒绝另一位客人也未知，啊，也未可知啊，必得全变啊。事情没有一定的，古礼是见机而作啊。这个都要懂得前脚变通啊。啊，如果说我们先去拜访，后面有客人来，那我们跟主人讲的话谈完了啊，我们当然啊，我们赶快离开啊。但是又有一种情况呢，这个主人啊，就是他不愿意给你让你走啊，他一直留你下来啊，那你也不要太坚持了。啊，说不不不，我有要紧事，我要赶快走，我非走不可，这个也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呢？雪庐老人也说明了，这个人情世故就是在这个当中，你事情谈完了，他当然你要走，他当然可以不用留你下来嘛。但是呢，你事情谈完了，你要走，他又不让你走。他硬要把你留下来，那你也不能坚持要走啊？为什么呢？他可能啊，这个主人啊，是为了啊拒绝另外一个客人，也未可知啊。啊，就后面来的客人啊，这个客人可能他啊不受欢迎的客人。啊，那么看到呢，这边有客人啊，那么他可能要去拒绝这个客人啊，等等，我们这个还有事情啊，那是不是改天我们再谈还怎么样？啊，你留下来，他有个拒绝的理由了。啊，那当然他这个也不能说，哎呀，我不欢迎你啊，你出去啊，都不能这样讲，那就得罪人。啊，所以留你下来啊，那可能他是借这个理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没谈完啊，我们是不是改天再讲呢？”啊，那可能他是拒绝这个后面来这个客人，所以他硬把你留下来啊，可能有他的用意。这遇到这样情况啊，我们也要去变通了啊，不要。太挨板，这个理定下来啊，你要对他去全变了啊，所以事情啊，它没有一定的啦。啊，佛在《金刚经》上也讲啊，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啊，古礼是见机而作啊，那古礼啊，看到什么情况啊，怎么做法啊，这样啊，才能佛学佛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条啊，下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